那么多，对。我在三点零，我刷了三次，最后三点。我今天什么卡都没带啊，我今天什么卡都没带啊，你到就直接下啦。对啊，就是被那个拉普斯降，他降一格，但如果你残血就会降三，降全部，就是大概20-25那一下，你会被整个炸掉。挡到5000以下，大家看得会起。我以为够撑，因为你一直挡不到5000啊。这明天结束了，好疼啊！因为全部闭上，那不会的，会吗？不知道，会死。而且这边没有放主角，两边都是硬打，残血了，我觉得应该不会死。结束了。是还蛮还 OK， 差一点点。里面夺取力量一半，也就一样。哦，他挂了。这是哪一个赢啊？这个，那个是伯君还是廷义？伯君吧。伯君吗？是伯君吗？对，伯君啊。伯君。ID 卡，ID 卡拿吗？收起来，收起来。还有谁没有拿饮料的？我拿饮料，对，我等下那个。然后。